朋友你好，我是来自中国新疆的青然，今天为你带来的是非常美味的羊腿面包。这是一道由羊腿为主制作而成的新疆美食，大块的羊腿肉加上非常酥香的面包表皮，真的是咬一口就迷之停不下来了呀。我们先来准备羊腿面包中面包的部分，中筋面粉300克，鸡蛋2个，盐3至5克，酵母粉2克，加上糖10克和牛奶适量，少放一些黄油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这里我用牛奶代替了水，把牛奶多次的加入面粉之中，再用筷子不断的搅拌，不断的搅拌，直至面粉呈絮状。把面粉揉捏成团，并继续揉捏至表面基本光滑，盖上一层保鲜膜，发酵1至2个小时。常见的羊腿面包呢，是用整根羊腿肉做成，这里因为我的烤箱比较小，所以我采用了小的羊腿以及羊腿肉完成。把非常新鲜的羊腿肉切成大块，记得一定要切大块。切好后放入一个大碗之中，腌制下是很必要的。放入盐3至5克，孜然足量，辣子面足量，以及少许的黑胡椒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并盖上保鲜膜冷藏腌制30分钟。蔬菜方面呢，需要的是皮芽子，也就是洋葱，我们把它切成块。面终于发好了，我们把它取出，继续揉捏数下，而后揉捏成长条状。接着把面团平均分成4份，如果你的烤箱大一些的话，分成2份也是可以的。取出其中的一个面团，充分的揉捏数分钟，而后把它按平。接着取出擀面杖，继续将其擀平。不用太薄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形状呢是略长一些。另一个面团也是这样处理。这次我们总共需要2张面饼。取出剔过骨的羊腿，放在底部，再放入大块的羊腿肉。其实用整根羊腿做出来的时候呢，也是把肉切成大块，这样方便腌制。所以呢，这次我们属于袖珍版，也方便烤制一些，因为我的烤箱比较小。铺好食材后呢，我们盖上另一张面饼，充分的将周边按平，按紧一些。接着按照视频当中的方式，给面饼捏出一个花边。我这里使用的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花边，当然你有别的更喜欢的花边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。将待烘烤的羊腿面包放入烤盘，别忘了顺便打一个鸡蛋。打好之后呢，用刷子把鸡蛋液轻柔地涂抹在羊腿面包的表面。准备上少许的白芝麻，均匀地撒在面包的表面。烤箱记得提前预热，将烤盘放入烤箱180度上下管20分钟。这是第一次的烘烤，20分钟后呢，我们将面包取出，盖上一层锡纸，就像这样，而后继续放入烤箱之中，还是上下管180度，时间呢设定成30分钟。哇，羊腿面包终于烤好了，看看这金黄的外观，是不是很诱人呢？辅助了一些小料，皮芽子和孜然辣子面，一会儿味道不够的时候可以蘸一下。切这款面包的方式呢，也是很多样化的，这里我采取的是比较常见的一种。顺便说一下，羊腿面包的包裹方式呢，也是分为许多种。今天的这种包裹方式是羊腿骨在里面，是最近比较网红的一款。还有一种方式呢，是把羊腿骨露在外面，也是非常的不错。我们先来尝一下大块的羊腿肉。这里羊腿肉呢，我其实应该切得再大块一些。
哇，太美味了。别忘了尝一口表皮的这个，也就是面包，闻起来非常的香，一口下去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呀。简简单单，一日三餐，这里是清源小厨，谢谢你观看我的视频，请记得订阅我并点亮小铃铛哦。